我叫晶晶，刚刚被我一无是处的男朋友分手。没错，一无是处。所有女生，你还在为单身苦恼吗？你还在为分手哭泣吗？今天你们的魔鬼佳琪就要给大家推荐 ，Well， 所有女生，你们绝对意想不到的福利，就是这一款恋爱盲盒。跟大家说一下哦，这一款盲盒是周公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出来的全新的恋爱产品，它可以通过催眠入梦的方式，带大家沉浸式的体验前所未有的恋爱。前所未有的恋爱，所有女生一定要认真听清楚喽！这套盲盒里面拥有多款男友的类型，每个男友都有不同的人设、不同的性格，而且哦，他们绝对是你们梦想当中的完美男友的形象。当当当！完美男友。这款产品即将面世，但是呢，佳琪今天会在直播间给大家抽取一位幸运的抢先体验名额，连续20天，我们会送大家每天一款恋爱盲盒，让你每天可以体验到一段完美的恋爱。Oh my god， 心不心动 ？Oh my god， 想不想要？来，3、2、1，抽奖来喽！和亲吻人偶即可触发沉浸感恋爱梦境，和不同人设的男友展开恋爱，如需结束体验，也只需再将人偶塞回盒子即可脱离梦境。哎，对了，今天有一款新的盲盒，新的盲盒呢在哪里？没有。去哪里了？我的新盲盒呢？新款盲盒呢？那么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恋爱黑科技盲盒的最新款。做梦吧，晶晶。